大家好，虎年吉祥，安康美满。无论您是老者，在过去这两年通过接种疫苗而获得了免疫力，或者是年轻人在活跃的生活中得过了新冠感染而痊愈了，恭喜您都有了免重症的金牌。就算您决定不打疫苗的话，在现在社区里这么广泛的人群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免疫力呢，新冠的病毒应该是比以前弱了不少。所以呢，希望在将来这一年呢，大家都安康，笑口常开。